Hello， 待会下去调查一下这边的状况。哇塞，都要被冲掉了，你看多夸张！这什么工程啊？之前这里啊，各位有没有印象？这里还有一个那个，这里还有一个那个，整个硬生生的被冲掉了呢！哇塞，你看那水有多大？这是它原始的样貌。然后整个被拔掉了，这里本来有一个水门啊。夸张。哦，这一根柱子也被冲掉了啊。这边开始先调查吧。哦，是很大嘞，马口鱼。哦，正小鱼。马口鱼，这一尾是西哥了，西哥啊，受伤了啊，他冲下来要受伤。西哥。哦，大一点的马口鱼，哎呦，这一尾没有感染哦。小马口。小马口，好，那边河床，那边挡成我，挡成大家的路了。这一尾西哥，大马口，肥肥的。
哟，石斌哦，石斌哥哥。飞尾西哥了，西哥。马口。高迪咬小只的，刘伟一个哦，漂亮的红猫，你体型超小了，呜呼呼。大西哥，哦，受伤，你看，伤痕累累。马口鱼居多，没有感染了。马口。一个了，大概这样子啊，一指左右。
口呀都有受伤。哦，这水是最好钓的。一个阔嘴很瘦嘞，这是一个这位大尾哦，有冰啦，啊冰仔。